先打个结，然后如果你的发夹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先把它打开，我们从这边开始勾，一直勾勾到这边，然后再回到75的地方，先开始勾短针，钩针插入这个缝隙里面，勾一个短针，然后继续勾短针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线压在上面，继续勾短针，2、3、4这个往里，7、15，我们每一边勾15个短针，这边完成之后，我们来到这个拐角的地方，我们锁一针，锁一针之后，在另外一侧继续勾短针，同样是15个短针，15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我们捋一下整齐之后，开始锁三针，1、2、3，锁完针之后与对面第一个短针进行连接引拔拉紧，接着我们开始继续钩织第二行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再下一个针目引拔锁针，下一个针目引拔锁针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我们按照这个钩织规律一直引拔到这个拐角的地方，这一侧的最后一个短针上面引拔之后，我们继续锁一针，然后在上一行这里不是勾了一个锁针吗，我们在锁针挑起勾短针，然后再锁一针，然后在同样的地方再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再锁一针，锁针之后转到这个对面，找到它的第一针是这个，大家找到第一针的两个辫子，继续引拔，然后锁一针，引拔，锁一针，引拔，一直引拔到最后一针。最后一针上引拔完成之后，我们继续锁一针，然后来到这个三个辫子的地方，我们先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紧接着勾五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长针完成之后，继续再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引拔一针，
接着断线，拉出，然后取出大头针，穿过线头之后开始连接，找到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，拧拔过去，然后再找到这一个锁针针目的外侧的一根辫子，拧拔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在下一个针目上面再弄一次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长线，最后断线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凸起的地方全部将它粘好。粘紧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粘一下。这样主体部分就完成了。另外我多做了几个这样的主体，接下来我们钩织上面的装饰物。我们先钩这个向日葵花环形起针，我们钩六个短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拉紧，接着与第一个针目的两个辫子拧拔拉紧。接下来我们钩第二圈，先起立一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，一二，第二个针目同样是两个短针，我们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勾两个短针。这样完成之后一共有十二个短针，最后一个短针我们勾未完成的短针。接着我们换线，然后与第一个针目拧拔，拧拔的同时我们将线圈压好，然后拉紧。接下来我们勾第三圈，第三圈就是勾向日葵的叶子，我们先绕一下，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长针，紧接着锁一针，然后挑这两个辫子拧拔一下，也就是一个狗牙拉针。接着继续在这个针目里面勾长针、中长针，然后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进行拧拔，这样一个花瓣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勾第二个花瓣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再勾一个长针，然后锁一针，接着一个狗牙拉针，继续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拧拔，这样就完成了两个花瓣。两个一组，我们一共有十二个针目，一共要勾六个花瓣，这里六个花瓣完成了。
之后我们断线。这向日葵花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勾泡芙花，手边取针，我们勾六个辫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完成之后与第一个辫子引拔，形成一个环，然后我们在这个环里进行钩织，先锁两针，然后勾五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完成之后一并勾出。接着我们还是勾两个锁针，一、二，然后与那个环进行引拔，这样完成了一个泡芙花瓣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勾，同样锁两针，然后在环里面勾五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完成之后同样一并勾出，接着锁两针，一、二，接着与环引拔。那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，这样勾了两个花瓣，继续勾，再勾三个花瓣，先锁两针，然后同样是五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一并勾出，继续锁两针，接着引拔一次，完成之后断线。接着我们翻过来，这样五个花瓣的泡芙花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继续来个花朵，环形取针，我们在环里面勾十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九、十，然后拉紧，接着与第一根针末的两根辫子进行引拔，拉紧。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，先锁两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长针，一、二，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面继续勾两个长针，一、二，然后锁两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引拔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花瓣，两针一组，一组一个花瓣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勾第二个花瓣，同样是锁两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长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两个长针，接着锁两针，在同一个针目引拔，总共有十个针目，每两个针目一组，我们一共要勾五朵花瓣。五朵花瓣完成之后，我们断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每个花瓣上面加勾一圈短针，我们先打个结，
然后在任意一个花瓣处的一个长针上面入针，将线圈勾出，接着锁一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在同一地方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中间两个长针，每一个长针上面勾两个短针，一、二，继续，一、二，接下来还剩一个长针，我们在上面继续勾一个短针，接着要往下一个花瓣上面勾短针，那我们需要连接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勾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在第一个长针上面勾短针，然后第二个长针上面勾两个短针，第三个长针上面同样是两个短针，一、二，最后一个长针上面一个短针，然后在花朵之间连接的地方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继续开始重复钩针，一直到最后，最后一针短针完成之后，同样要在花朵之间连接的地方引拔一次，然后与第一个短针针物引拔断线，这样这个花朵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换线来勾双层花瓣的花朵，锁边起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锁六针，然后与第一个针目引拔形成一个环，接下来在环里面进行钩织。我们先锁三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在环里面勾一个长针，两个长针，三个长针，完成之后锁三针，在环里引拔，这样完成一个花瓣，继续锁三针，然后三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锁三针，接下来进行引拔，这样完成两个花瓣，我们一共要勾四个花瓣，四个花瓣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继续不要断线，然后勾一、二、三，三个锁针，然后在另外一个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连接的地方引拔，这样接下来继续锁三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同样在的花朵之间的连接处进行引拔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最后再引拔一次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钩织下一层的花瓣，锁三针，然后在
这个三个锁针形成的链条上面进行钩织，同样钩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锁三针，并在上面进行拧拔，这样完成了一个花瓣。继续锁三针，然后在下一个三个锁针形成的链条上面钩四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完成之后锁三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拧拔。那我们按照这个钩织规律，把剩下的两个继续完成。完成之后，我们断线，线留长一点吧。这样，双层花瓣的花朵完成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再钩最后一个花朵，锁边起针，钩十五个辫子针。三、四、五，十五个辫子完成之后，接下来钩针插入倒数第三个针目，钩三个中长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针目里面同样是三个中长针。我们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钩三个中长针，一直钩到最后一个针目。最后一个针目的三个长针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第二行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不需要翻转这片，朝后钩织，插入针目里面，继续钩一个反向的短针，然后继续下一个针目反向的短针，下一个针目短针，这样一直勾完，所有的针目都勾完之后，我们断线，长一点。接着，我们开始藏线段。长线的时候，我们先将它卷成一个花朵的样子。这样，然后开始缝合。接着我们缝一颗珍珠进去，这个线段有点短啊。这样，这个花朵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将所有的花朵的线头都处理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用胶粘住。这样一个花朵画夹完成了，
这样第二个画的画夹完成了，所有的花朵扎完之后，另外我还做了一些其他的配色。